次来得太快，就像春风。我的我的我的 case 好多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看过来看过来，我今天啊帮公司争取到一个金额很大的 case 哦。是不是很兴奋？是不是很开心啊？哎，尖叫声，掌声嘞！哎，不是我在嚣张哦，我很谦虚的，但是想要跟你分享我的喜悦嘛，散播快乐，散播爱啊！哇，怎么这么棒啊？是不是是不是？这间公司如果没有我的话，要怎么办呢？镜子，今天的我没有极限呐、啊！这个签好了，经理早。上次提给您的建议有想好怎么处理了吗？上次那个提案对我来说变动有点太大，我想去咨询一下其他人的意见再跟你说。好，那这个资料麻烦您看一下，看是要从 A 方案去执行还是 B 方案会比较好。我觉得 A、B 方案都还不错。那 Annie 呢？你自己觉得哪个方案执行起来比较好？如果有预算的考量的话，我会建议 A 方案。那如果希望效果精致一点的话 ，B 方案会比较好。就这样吗？所以经理现在还没有办法决定吗？因为 A 方案或者 B 方案，我希望的是就是让其他部门都感觉到满意这样。那我等等要去开会，顺便问问其他人的意见。那就是咨询过后再跟你说，好不好？谢谢。